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坚持又换 Fate Grand Order》，我哋继续打呢一个嘅我哋开一个新嘅嘢。咁啊，其实我系有一日，我琴日就系冇登录到啊，因为佢更新。咁点解要更新呢？就系呢个征服王啊出场啦，终于等咗几耐，大佬真系。咁啊，亦都有啲嘢咧系可以抽咁样啦，而家系。就是后面那两件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前面那个是征服王，后面是不是阿沙仙，我估啊，大佬扎宾大的，还戴面具，女版阿沙仙，正的，应该是，是吧，是啦，这个是 Zero Order，是啦。征服王的那个任务啊，咁而家领个奖先啦。咁啊，我其实我都唔系咁愉快，而家系，因为咧就个拍片程式就有啲问题，系啦。不过我哋都而家开始啦，就玩呢一个嘅征服王篇，亚历山。大啊嘛，系嘛？好似系，又好似唔系喎。亚历山大唔系呢个，总之就系征服王啊，即系诸葛孔明嘅唔知前世定乜鬼啊。总之就系嗰个僆仔就系佢嘅主人嚟嘅。系啦，就系呢个啦，诸葛孔明啦。咁啊，今次呢一个关卡咧，就应该系 Fate Zero 嘅嗰段时间嚟嘅，系啦。咁啊，当时就有呢、這个，都系嗰七个从者噶啦。但系就嗰啲叫咩啊？嗰、那个叫做，但系嗰啲 Master 咧就有啊韦公设置啦，咁啊。阿远版啦，即系远版林嗰个阿老豆啦，系啦，远版林个老豆，唔记得咗远版乜嘢啦，总之系姓远版啦。之后同埋间同家啦，晏夜系啊，嗰、那个晏夜即系嗰个癫狗个主人啦吓，嗰、那个。然之后就仲有嗰个叫咩？加速靈話 Order 係啦 ，AC 係咪 ACC 唔知乜鬼啊？嗰個就係解加速啊嘛，係嘛？查查字典先，好 Go 去打阿沙先，梗係用 Caster 啦。其实有冇转到啊，大佬？有啲唔系咁听使喎，而家有冇得咁样揿？啊，都有。喂，大佬，生性下好唔好啊？哎，好啦，出击，唔好咁叻机得唔得？真系。Actual 定 actual 唔识读啊，系啦，我哋嚟到呢个东木街啦，终于啊东木嘅街啦啊，
十年后就乜嘢？即系呢个佢长大咗就呢个样啦，系咪啊？哦，阿萨仙女版阿萨仙，哇！你睇佢啲肌肉几劲。我就谂紧嗰阵时点解出嘅时候，咦？点解有嗰个阿萨仙阿头？但系点解冇啲女阿萨仙啊？咁样嗰阵时征服王超劲，一次过杀晒佢噶嘛？即系嗰个绝招啦，啊，都几劲下嘅。同埋阿严峰以丽就嗰阵时系阿软版个徒弟嚟噶嘛，但系就背叛佢噶嘛，即系夹埋阿阿查阿金闪闪就扇佢一镬啊，咁啊收皮啦，系啦，仲要屈埋阿间同硬爷咁样，就搞到阿软版。个老婆咧就以为阿硬嘢杀咗阿软板嘢咁样，唔系整个女仔嚟嘅咩？点解会系阿老噶？跟翻故事嘅系咪？应该你系揾阿阿茶噶，唔系揾我噶。因为佢系俾阿阿茶杀咗噶嘛，一开波即系死咗一件先，因为阿沙先系成斗嘅。即係我覺得呢個設定幾得意咯，阿沙先係成鬥嘅時候，即係死一個就有千千萬萬嘅我咁樣。不過當然啦，最後咧就俾征服王搞掂曬，收曬皮。哇！又係呢啲啊！我諗翻起。我想回去空之境界添 ，Oh my god！ 又是玩空之境界嗰种咁，又是嗰种玩法啦，唔系话，咁即系点啊？赢咗你俾个征服王我系咪？系咪咁先？会唔会好似两二式嗰次咁先？俾个征服王我先今次，起码都四星五星啊，大佬系咪先？咦，佢唔系诸葛孔明喎，佢系用佢嗰、那个，应该系佢个真名喎，即系飞狮王嗰阵时候嘅名嚟喎，嗰、那个系。好，呢嚿系咩嚟啊？其实原本佢咧就唔系啊。征服王的那个主人来的，他是偷了他老师的东西。这样那个阿 Sir 呢，就那嚿东西呢，就被阿、啊、即我叫做孔明先，那段时间不是叫孔明的。喂大佬，你抖出来是不是送你啊？得了得了，好像上次这样玩嘛，错过一百嘛。我知道了，你不用跟我交代。それでは新しい課題だ。喂，大佬，次は少々難題だぞ。冇趣喎、啊，而家即系我完成曬送你俾我啊，但系你系咪本身同我嗰只一样先？咁我要多你一只嚟，我嚟做咩啊？星宝具 ，OK， 星宝具啦。大佬唔系应该俾征服王我嘅咩？就系征服王要抽噶，啊系、啊，征服王要抽啊 ，sorry。咁即系你点啊？你系四星啊，定系五星啊？完咗有冇嘢送啊，大佬？啊！你答我呢个问题好过啦，系咪先？啱啱系咪达成咗啲嘢？我、哦、呢、這个咁样做咗一个，唉，真系今次我唔会嘥时间，我喺限时之内20日打晒佢啦，放心啊！咁啊，而家就我仲有嘢打噶，呢啲未咁得嘅，系咪 ？OK， 继续加油。都系打阿沙先，好 caster， 哎呀就系呢个啦，呢个啦，呢个啦，呢个靓仔啦，啊呢个啊，唔知乜乜二世写住，就系嗰阵时佢咩咯呢个，呢个召唤征服王出嚟，之后同埋佢嗰个披肩就系征服王嘅嗰个披肩嚟嘅，即系嗰个嗰啲叫咩斗篷啊，算唔算斗篷嗰、那个？
但系佢嬲住咁样啫，随时剥得嘅，即系着一着咁样咯，嬲一嬲啦。喂，可唔可以整啲女嘅阿莎先俾我啊？你系咪咁小人先？大佬想叫女嘅阿莎先，不过之前抽阿废柴复仇者，阿岩黑王冇晒啲石噶，如果唔系抽咗啦已经，真系。知道嗰阵时唔好抽岩黑王啦，死废柴。大佬岩黑王冇用噶，即系我觉得啦，系废噶。哇！仲要搞到我要贴石俾佢咯，真系咩料啊！真系谂起都嬲啊！呢个人。咦？佢而家呢个音乐好似系咪预告嗰阵时个音乐咧？啊，系我未讲咁啊，其实呢个征服王咧活动开始之前咧就有七日嘅，咁啊佢系送嘢嘅，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你打关卡啦，打完关卡之后咧就会咧系有呢一个嘅嗰、那个啊 Saber 着嗰件衫嘅，即系嗰个黑服 Saber 嘅嗰个西装。揿错掣添，嗰啲黑蚓虫系咪就系嗰啲蚓虫啊？即系吸啊边个嗰啲咧？吸啊间同鹰嗰啲咧？吓，仲未打够？唔系话系边个揿噶？第四次聖杯戦打晒未？実技課題としてはやや過酷すぎるかもしれんが、君より未熟な魔術師。收声啦！你好烦啊！仲烦过我啊！即系我觉得我，即系我觉得佢烦过我啦吓。虽然我都烦噶啦，哇大佬好闷喎，系咁打阿莎先。咁啊，轻轻解决佢哋啦。つまらん。行くぞ。よし。オーセロス。咁啊，我发现嗰、那个即系我拍讲翻拍片嘅程式先啦。我拍片嘅程式系出咗好严重嘅问题咯，其实又唔系好严重嘅，即系初我觉得严重，但后屘我都解决到嘅，咁其实都 OK 嘅。哇，真系，但系都几麻烦下嘅。因为都处理咗一。即系一阵咁啦，但我条气都唔系咁顺噶啦。即系你本身个程式，你个 app 一样嘢系可以有两样嘅功能咁样噶嘛。原本，但系后屘佢将个功能分 Q 拆咗，搞到成件事复杂，即系简单复杂化啦。就系啲人成日讲嘅，咁我觉得一样嘢系唔好咯。喂，炒柴啦喂，炒柴就禁制啦喂，就开启啦系嘛，解唔解到啊 ？OK， 咁呢个仲有一字喎，哦呢、這个迟啲先打嘅，好继续加油。东木大桥系咪要去打大桥？系咪打卡斯塔应该？大佬有啲闷喎，系咁打阿莎先真系。好啦，咁啊，呢、這个乜乜 Fate Zero 啊，唔系系 Fate 乜乜 Zero Order 咧，我暂时叫住佢做征服王先啦，系啦。
征服王 Pin 啊，系啦。下一次我就 check 翻佢正確个名，到底嗰个 A C C E 定 A C C E L 咧？即系嗰只字点读？我就下一次读翻正 ，OK。咦，剩咗一幕喎、啊。咁啊，上一次我记得我就大概系抽嗰个颜色王咧，话抽到爱诶呢个童话啦，呢、這个即系叫爱丽丝啊。因为佢原本系即系我佢嗰个出即系初初出现个样咧，系一个爱丽丝嘅书嚟嘅。咁我帮佢改名啦，叫爱丽丝先啦。咁啊，而家俾大家睇下佢个绝招啦。其实都几立体下嘅，我都几中意，特别系我俾个我屋企人睇咁啊，我俾个家姐睇，咁佢咧就话咧中意嗰只公仔嘅，即系出绝招嘅时候，即系觉得几搞笑咯。本书即系好立体啊，成件事系。诶，出绝招啦！即是可能他公仔是平面但是靓画得，即我觉得即特别是本书是很立体，我很喜欢这种风格，即是他衬得挺好。即是通常有些我就不是那么喜欢，如果你看动画的他又立体又什么的，其实是我觉得不是那么好，因为有些 CG 是格格不入的做出来，咁其實就影響曬成個嗰、那個個畫面個感覺咯，即係我覺得嚇。但係有啲人就好中意睇 CG 嘅，即係好似 Star War 咁，你搏命用特技嘅，即係嗰啲場景或者啲怪獸啊嗰啲，即係外星人咁樣，你用曬 CG 特技咁樣，同你真係做一隻戴面具去做。即是去演绎咁样嘅时候咧，系真系差好远。即系戴面具嗰啲系真实啲嘅，反而即系同埋机械咧嗰啲，即系好用特技咯。即系就好似呢个狂蟒之灾咁样，第一集系好睇过其他嗰啲，即系其他嗰三集嘅，系啦。咦，我哋而家去边啊？打多次啊，要。咦，有嘢攞喎！我搞掂啦，哦好啊，好事嚟嘅。系得得得，所咧即系话。系瓦加利 master，OK， 瓦加达。次は教室が変わるぞ。遅刻しないよう。咦，又要用你啊，阿孔明。我系升到唔知几多级噶啦，呢只嘢。再升咧就应该咧可以咩噶？我用唔用教剪佬好咧？定系用后面嗰啲咧？算啦，继续用爱丽丝啦，冇乜所谓啫。好，继续 Fate Zero Order 啦。我 cut 咗个 A C C E L 系咪？定 A E C C L？星杯战争，咦？呢度系咪有 Lancer 嘅？应该，我觉得呢度好似有 Lancer 喎。嗰阵时打阿巴萨卡啱啱出场嘅时候，系喺呢个咩度噶嘛？喺呢个货柜场嗰度。然之后嗰个老嗰、那个阿 Sir 咧就叫阿边个，就强行命令阿迪尔姆德阿 Lancer。就杀死呢个 Saber 咁样，咦 ？Iris 啊，系咪呢个只？因为我嗰阵时睇捞版咧，系我觉得啲配音都几好嘅，唔错嘅真系。即系我系睇捞版咯，然之后睇完捞版我就嗰、那个我系冇睇到的。嗰、那個 HKTV 版我冇睇到，我係睇撈版嗰陣時，即係啲配音都 OK 嘅，除咗某一啲我
我唔知点讲，唔识形容，即系有啲 OK， 有啲唔 OK 咯。但系而家咁样出现咗个 Saber 咧，咁即系话我用错队啦，唉 ，PK 啦，真系。冇留意，定啱啱系打文豪噶？大佬打 Saber 就梗系带啲阿茶搞掂佢啦。不过呢啲猛将都应该 OK， 顶得住佢嘅。玩下魔法咁样。本気で行きましょう。哇！而家呢个感觉真系好似生于呢一个嘅，即系个感觉好似翻咗去咩咁咯，翻咗去当时嘅时候咁样，翻去 Fate Grand Order 啊，唔系黐线，唔系 Fate Grand Order， 翻咗 Fate Zero 嘅感觉咁样，好似同啲即系好似喺故事里边咯。但系我本身我嗰对嘢系应该存在噶嘛，咁喺嗰个时候，大佬而家好似有啲感觉系改写历史嘅感觉，即系我觉得呢个感觉几得意，我都几中意。就系之前就两意识，即系唔关 Fate 事嘅。即係好似其實又唔可以話唔關事，即係楞少少嘢啫，只不過係作品同作品之間楞一啲啲嘢咁多啦。但係佢呢個 Fate 就真係個關係大啲。Fate 同呢個即係 Fate Zero 同埋 Fate Grand Order 嘅關係就大啲。遲啲可能整埋嗰個 Fate Stay Light 添啊，分分鐘。我真係似喎，佢而家呢個音樂係似嗰陣時預告咧嗰個音樂嚟喎，哇好正啊大佬，冇得頂啊真係。好，睇下你有咩讲先。呵呵呵，迪尔姆德，你出场啦！咦，下一次可能系？下一关可能是打迪尔姆德喎，啊是你啦，呢个就是阿 Sir 啊，呢个系阿诸葛孔明，即系乜乜二世嗰个嘅，即系阿 Rider 嗰个阿征服王个主人，即系个阿 Sir 嚟啊。之后其实佢都惨嘅，佢嘅结局系，即系因为佢个魔术个血统系好纯啫嘛。即係好純正咁樣噶嘛？咦？嚟到呢條街，我就諗起阿 Casta 呢個黐線嘅 Casta， 好似就喺呢度附近殺人噶嘛？哦，真係 ，OK， 應該係啦。如果係咁，打 Casta 有機會。好啦，今日又有一粒石啦，攞咗。好啦，咁样，其实我哋都隔咗好耐啦，系啦，又唔知
嗰陣時出到第33集嘅時候啦，即係 Fate 呢個 Fate Grand Order 嘅呢個係出到33集噶嘛，就唞一排啦，叫做咁。其實咧，我係唞得嚟咧，我都係本身有嘢做嘅，因為啊正職嗰邊咧都有有啲嘢搞咁樣咁啊，所以咧就冇乜時間拍片啦。咁同埋咧又要忙住呢個白貓啦，係啦，就抽好嘢啦。咁我都抽到啲好嘢嘅，不過冇拍片啫，係啦。咁啊，有機會再拍下片咁啦，即係喺白貓嗰啲咁啊，我都會主要就拍翻 Fate 呢一個系列嘅，因為個反應即係如果你問我，我覺得都幾好，都唔錯嘅。即係以而家嚟講嘅話，即係啲 view 嗰啲嘢，咁係啦，我會繼續去拍呢一個 Fate Grand Order 嘅系列咁啊。好啦，咁今集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。如果你中意呢一條片，你可以 like 啦或者 share。我哋下一条片翻嚟再见啦，咁多位观众，好多谢你哋，即系有睇呢个系列嘅观众啦，系啦，咁好，我哋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